新曙光音乐制作公司在三合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正式签下第一届终极天王亚军得主 GoBe 林国伟为旗下歌手，也是新曙光音乐制作公司的老板以及歌唱老师黎生明和陈维之在记者会上下令 GoBe 必须在两个月内减重5公斤，吓得 GoBe 花容失色。两个月瘦5公斤呐、啊，好不好？好，尽量。信心是一定有的，但是最近都在每天都在跑步啊，跟少吃，运动多，还有少吃。我希望我两个月过后真的是能瘦到5公斤，我会加倍努力的。大家一定要锁定我。黎生明以及陈维之送上吉他给林国伟，还有师兄黄俊彦也送上了一条红色内裤，让GoBe哭笑不得。其实呢，第一呢，我想祝福他就是心路长虹，是要 hold 住整个场面，对，很 fashion 哈，要 hold 住一下。然后第二呢，是希望他真的可以在两个月之内，然后瘦身成功，然后撑起这条内裤。要不然在此事，你要别暴露一下吗？这个是 M， 对 ，OK。加油，好，很特别哦，这个礼物我希望两个月过后我能穿给他看，所以他一定要等住我，不要快点飞去台湾，要在马来西亚等我，然后穿给他看。配合即将在11月推出首张个人 EP， 唱片公司特别安排林国伟现场演绎3首经典歌曲，再让媒体投票，得票最高的歌曲将收录在 EP 中。今天我演唱了3首经典歌曲，就是《被遗忘的时光》、《问》，还有《我很丑，可是我很柔》。今天得到的票数最多的就是《问》，《问》这首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将会在我的 EP 里面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一定要多多支持我的 EP。老师他们有送一把吉他给我，我会学弹一首歌叫做《问》，然后在两个月过后自弹自唱给大家听，我会努力学习。另外，新曙光音乐制作公司也将举行马来西亚唱响武林争霸赛，有兴趣成为 GoBe 师弟或师妹的年轻男女，不要错过这次的比赛哦。才索引娱乐最 live。